这个放学回家，这一对呀、啊、双胞胎兄弟兴奋地告诉妈妈说，妈妈，今天我们全班同学要选一位最美丽的妈妈，结果你当选了。这个母亲就很高兴，问怎么会当选呢？双胞的兄弟就讲，同学们都投自己妈妈的一票，那我们有两票，所以你就当选了。